好，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徐祯蔚竞选团队在花莲蔬果运销合作社理事主席李顺德、县议员吴建志、吉安乡长游淑珍的陪同之下呢，前往蔬果运销合社前来拜票。那么徐祯蔚向摊商、菜农握手致意，恳请继续支持他，那么共同来守护花莲食品的安全，为花莲的民众服务。共善，徐祯蔚。共善，祯蔚，祯蔚，徐祯蔚。共善，共善，徐祯蔚。花莲，花莲，花莲。加油，加油，加油！花莲赞不赞？赞。花莲棒不棒？赞。徐祯蔚，我要吗？要。在花莲蔬果运销合作社理事主席李顺德、县议员吴建志、吉安乡长游淑珍的陪同之下，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徐祯蔚以及竞选团队。八号一早则是来到蔬果运销合作社向摊商和菜农们握手致意，同时也向大家恳托再次支持他为大家服务。县长徐祯蔚相当感谢批发市场第一线人员在疫情期间配合花莲县政府共同守护花莲最美丽的净土，来保障花莲蔬果民生物资稳定供应。徐祯蔚表示，四年前在乡亲的支持之下让他担任县长一职，四年当中他破坏了花莲美丽愿景，这一次再次请求连任，也恳请乡亲继续支持他为大家服务。好，跟我们一早起来来垦托，来跟我们果菜批发市场的陶给牛，还有来这个购买的我们乡亲，好、哦，给他们垦托，然后也请他们来支持。我想在这几年，我们要谢谢李顺德理事长好、哦、带领的果菜批发市场，对于我们这个365天的蔬食的供应。以及一年三节，甚至到我们的这个年终的除夕，哦，都对于我们的这个物价或者是我们蔬菜的品质，好、哦，这个都管理的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是跟花莲县政府有非常多的合作，好、哦，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好像是我们的检测仪，好、哦，我们农药的快速的检测仪，也保障到我们第一线进货，好、哦，我们的农产的安全性。供给花莲的消费者，啊，所以在这里，这是我们这个把关我们蔬食从外地进来，还有我们实销本地蔬食最重要最重要的门户。我们是不是谢谢我们的果菜批发市场，我们李顺德理事长，还有所有的监事，啊，那谢谢的好，那在这里，郑委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职工，一起为花莲的安定繁荣，哈、啊。来守护花莲蔬果运销合作社，目前共有312个摊位，100间承销商，社员约800人。现在徐祯蔚率领着竞选团队，走遍蔬果运销合作社每个摊商、菜农，紧握着每个人的手，来向大家恳托。11月26号票投1号徐祯蔚，让花莲更加幸福美丽。记者邱文华报道。